钱完啦！今天为什么没穿衣服呢？让我们请教罗仙仙姑吧。罗仙仙姑，我来啦。Hey Joe， 我是王狗 ，A.K.A. 终结挑战者 ，A.K.A. 最近有色差 ，A.K.A. 罗仙仙姑，到底为什么会穿这样呢？没错，我真的要去泡澡，但是我不是要用一般的水泡，我是要用一种很特殊的容易泡，它叫做欧布列，是一种用力对它，它越坚硬；越温柔对它，它越柔软的一种液体。这特殊的容易呢，制作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聪明的你就知道，罗仙仙姑就是玉米淀粉啦。Let's go， 让我们现在开始泡澡吧。Go， 仙姑！哇哇哇哇哇！玉米粉真的还蛮酷的。我按了搅拌棒，但是我家好像没有搅拌棒。我会告诉大家，没有搅拌棒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小心是吸的，我完全不够，我要再去买一些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然后继续啊！我刚刚整间扫光，刚刚是又买了20包，可是找不到那个罗汉仙姑了。我去拿剪刀。来吧。那完全不行啊！这看起来像水吗？不像一般的水，对不对？玉粉都没有扫光了，那我还是做不出来啊！法国失败了。Hey yo， 我是王总 ，A.K.A. 被挑战终结者。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不罢休。哇，原来是一局的袋子，我还蛮出声的嘛。好了，进入疯狂的搅拌阶段吧。经过优雅的搅拌之后，看来我是成功的制造出欧布列。我陷下去，我陷下去。我觉得这个不能言传，这个只能意会，有没有？我的手，我觉得要给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东西。你看到？看一个水泼掉，我轻轻的放，有没有？可如果用力的搓，它是进不去的。我一直踩，它是下不去。那我要温柔的对它，把它轻轻的才拔出来。好，各位，这个东西要怎么做一个结尾呢？就让我们陷在欧布列里面吧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好饿。对，那如果你喜欢我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在下面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或者是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话，都可以跟我讲。帮欧布列洗澡，拜。